张宇姐姐在看什么书呀？这上面怎么有这么多衣服的图片？是服装设计类的书。阿诺，你怎么能和这个坏女人靠得那么近？奶奶，张宇姐姐什么也没有做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她？哎呀，阿诺，你快过来，待在那个姓张的女人身边，会降低了顾家的格调。阿诺乖，你先回卧室玩好不好？可是张宇姐姐你……我不会有事的，你去吧。张宇姐姐小心。哼，厉害了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连个小孩子都敢蛊惑。我看你那就是想迷惑东阳，好骗取顾家的财产吧。哼，你以为攀上我哥哥就此可以大展宏图了吗？滚回张家去，顾家可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进的地方。我能进顾家是签了工作合同进来的，奖惩工作质量都是有考核的，你们大可去查。保护顾诺有一个正常的娱乐学习环境也是我的职责之一。宋夫人，您口口声声为了顾诺，请问你为何要当着顾诺的面和我争吵？还是说您对顾诺有别的想法？以上如果我所言不实，有伤害到二位的地方，请二位谅解。别管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以他家的情况，他绝不能留在顾家。你个小贱人，竟敢指责我姨妈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真正小心。冯小姐，你小心点。放开你的脏手，不要碰我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妹妹那天在咖啡厅嚷着要进顾家公司，我那天亲眼所见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们张家人都一副德行。冯小姐，既然您那天也在咖啡馆，不管你是否知晓全过程，我在此向您坦明，我已经拒绝了我妹妹无理的要求。该死的，这个女人的笑容太真挚了，我居然想相信她。真真，你没事吧？姨妈，我们走，今天算她走运，不和她多计较。啊，好吧。哇，张宇姐姐，你刚刚好帅啊！张宇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妈呀，可吓死我了！张宇姐姐，经不起表扬可不行啊！原来如此，这里需要裁剪一下，线条会更柔顺、更贴身。我想爸爸了，屋子好黑，我怕。可是有规定，阿诺不可以和我一起睡哦。张宇姐姐，就一个晚上，我不会告诉爸爸的。阿诺，男子汉是要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困难的。可是，顾诺别怕，虽然我不能和你一起睡，但是我会陪着你。太好了！阿诺到底还是个孩子啊，东阳经常出差，也没有太多时间陪着他。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过来的。妈妈，妈妈，你不要走。是啊，阿诺没有母亲，而有母亲的我，如果只是为了抛弃孩子，让孩子受到苦难，又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？没事的，阿诺，我会保护你。东阳，我有些话想和你说。如雪，你按照之前的计划部署下去吧，我和宋夫人聊完马上就来。好。